这样的吧，我们直接去厨房看一下，好不好？因为那些食材全部是要我们自己去料理的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走。不行，我们就点外卖。走 ，Go Go Go！ 进厨房，哇，是个土灶哎！哇，这个也太经典了，复古啊，这里。其实很多那个农村里面，它还是用这个土灶。对啊。而且这种做出来特别香，特别香，因为它下面火特别猛。对。 就是我想问个问题，你说，这种锅它怎么洗？端不起来。不，就是烧开水以后，直接这样洗，完全往外挑，然后拿这个，对对对，倒烧水，最后用抹布，啊，对，可以了，宽哥是有生活经验的，果然老人家。对，哎，看一下有什么材料呢？食材在哪里？加这边，这边，这边，土豆、芹菜、辣椒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什么？ 哎，我知道这个东西啊，洋芋糍粑。哦，那么厉害，是茂县当地的一种特色美食啊。他们呢是把煮熟的土豆先捣碎，因为这里的土豆淀粉含量特别高，所以很容易打成团，然后打到可以拉起丝的时候，再加入喜欢的调料，立马就可以吃了。哇，你看这些，哎，这个可以用吗？ 是长得像木板，一块块的木板，像那个炭焦。你看这，这是他们的当地的熏的腊肉。对，天哪！就他们就放在这个灶头里面，然后常年累月用这个原生的烟火气把它熏着。哇！我们开动吧，来，小白，你是大厨，你做几道菜？啊，小五你先去生火。罗西，你先把土豆给削好。是好点。你说这些个食材得 DIY 得搭配啊。 蔬菜炒土豆一个，待会炒个饭，然后这个牛肉呢，做一个酸菜牛肉或者别的。哇，你好会想啊！那必须得心里有谱啊。对吧？对对对。来，开动。我以前小时候还真的生过火嘞，我们家还有那个风筒，不是那个桶，然后在那吹。哎呦，对，我每年过年都生火，来吧，直接来吧，要立起来，要有空间，不然它燃不了。哎呦。 起了，哎呀，要灭了，真的可以的。这把肯定可以了，成功了，可以。哦，别急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扇一扇，扇一扇。不，你别急。哇，我们成功了。哇，这个。 这腊肉太好了，我跟你讲，这腊肉太好了。这腊肉我闻着都香。你看这腊肉的条纹啊，它像不像那个大理石？肥中带瘦，瘦中带肥的极品腊肉。但腊肉必须得切得薄。嗯。哇塞！看这一片灯光下，完全就是透明的。山漂亮。使劲的山。 这里有食材哎，还有吗？哇！哎哎哎哎，咋了？哎，我发现了，我发现新大陆了。什么？我鸡汤？我好几还热。哇，这个绝对是土鸡，绝对土鸡。这个菜你找到算你的，好不好？哎，可以。等，尖椒牛柳，刀工活交给我。 青椒啊，切的时候必须要用滚刀。你还会滚刀啊？刀法了得。葱姜蒜，尖椒牛柳配菜切好。好专业啊！这里都可以下，除了葱，最后下以外。有香味了啊！哇，真的，看上去很好吃。香喷喷。 它基本上在五分的时候呢，可以把刚刚炒好的小料放下。我要流口水了。应该好了，我觉得。好了，应该好了。差不多了。这牛肉绝对好吃，我可以先试一下吧。可以可以可以，你先试一下。烫吗？烫哦。怎么样？味道？咸淡。味道很好。来，小白，你要做一个什么？土豆片吧。 哎，我发现小白其实很会做菜哎，真的，从此在厨艺界也是扬名立万了，是吧？可以可以可以。
可以起锅了。起锅好，哇，可以哦。来，新鲜出炉的。哦，你先试，你先试，你先试。这是我们共同的智慧。可以哦。所以现在两道菜好了，我们可以做一个炒饭，主食有了。火候够吗？要大火了。火就归你了，小五。小五，你是火种哦。升起来。哎呀，我想哭。上啊！我跟你讲，我完全在洗眼睛现在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！哎呀，我的天哪！哎呀，我想哭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谢谢谢谢，感谢贴心龙老师。别哭别哭！一把鼻涕一把泪，真的。